煮个等煮控制了十分钟里香。第一道菜啊，咸肉皮蛋瘦肉粥。一份的剩饭，加上三份的水。我滴烧烧盐就可以了，不要把油拿个肉浆下去逼逼到个水蒸气几乎在挥发它，搿肉里向的油全部逼出来，猪肉的膻味就会很少。第二，八个钟咸肉个逼过了，倒下去一道烧，逼逼头啊，按下来啊，皮蛋也倒进去啊。好，阿拉肉啊跟皮蛋啊逼了稍微够一点辰光，就把我们前面打的米糊倒进去了啊。从中小火开到稍微大点的火，让伊慢慢叫烧，慢慢叫倒，不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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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起泡了。阿拉开小点的火，开始一点点烧开了以后啊，搿米糊啊就一点点一点点长开来了，像粥一样的、啊。再让伊剁脱一些，伊呢吃了比较清淡的，捞一颗就够了啊。因为里向啥，里向摆了咸肉了，葱花倒下去，香菜全部倒下去，麻油稍微可以来了多一眼，拿火关它，再去拌啊，上菜啦！陶醉厨房，你的厨房百科。